林心如小八岁妹妹曝光，是我们熟悉的她。网友，难怪一直不愿公开。都知道，林心如和霍建华已经结婚快三年了。一直以来，两人的感情也特别的恩爱。只是，在婚后彼此都低调了许多。最近一段时间也很少看到两人的消息。不知是不是再有打算要生二胎的节奏呢？想想2016年的婚礼，霍建华一句你就是我的女人，软化了不少女人心。在婚礼上，当林心如的父亲将女儿的手交托到霍建华手上时，父亲流下了不舍的泪水，还说希望你能够好好的照顾林心如，画面相当的感人。不过不知你是否还记得，在林心如身边有个穿着抹胸裙的美女，看着很眼熟又有点陌生呢。原来她是林心如同父异母的妹妹，叫做林爱蔚，乍一看还以为是安以轩呢。在婚礼上，林爱蔚充当林心如的伴娘，时不时帮忙整理衣裙，补补妆。不过从妹妹的长相来看，还挺清纯的，在合照中高个头也是格外的抢眼。35岁的林爱蔚，英文名是 Nana， 跟林心如一样，也是在娱乐圈发展，只是人气没有那么高而已。早前林爱蔚也上过康熙来了，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等综艺，不过观众还是很熟悉的，不知你是否记得呢？虽然说姐妹俩是同父异母的，但关系却很好，不会因父亲当年犯下的过错而迁怒到妹妹身上。只要谁过生日，就会一起聚餐逛街，晒晒美照。不少网友看后纷纷调侃，长得好像安以轩，难怪一直不愿公开。不得不说，林心如一家的遗传基因可真是好啊，都是美人，五官也很精致，只是脸型不太一样而已。林心如是那种圆润型的，脸颊笑起来还有小酒窝，而妹妹则是瓜子脸，脸是又长又尖的，只能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。不得不说，林心如真的好幸福，既有长相甜美的妹妹，还有个宠爱自己的老公霍建华，以及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小海豚。在43岁能够家庭完美，真是算得上人生大赢家。而林心如越发年轻貌美，身材很匀称。据霍建华爆料说，妻子平时常吃至尊五谷淘宝，有娶到林心如这样的妻子，霍建华真有福气。当然妹妹林爱蔚近几年发展还算是不错的，有着翻版林心如的称号，估计不久之后将会跟姐姐一样优秀。至于为何不公开，林心如是这样回应的，她说不想因为自己的原因导致别人对妹妹有一些不同的看法，想让她凭借自己实力出人头地，很是用心良苦。你觉得林爱蔚和林心如谁长得美？霍建华和林心如盘配？